大叔磨蹭花美男，女检当庭娘鸟。长腿叔叔好帅哦，但长得高做坏事容易被抓包哦。坏，因为蛋糕很容易被认出来啊。无缘屁呀、啊，这高低很关键，可以揪公车色狼哦。这么神？有个国中生搭公车时便从后面磨蹭，骚扰他的是一个50岁大叔哎。他趁大叔离开后，拿手机录影，再跟老妈告状。只有录到大叔的背影，能当证据吗？所以检察官就出奇招啦，当庭量大叔下体离地的高度哎。哇塞，离地3个乡民尺，大叔应该很高吼。跟少年被磨蹭的部位一样高就对了。长腿叔叔的身份曝光啦，这下难逃法网了吧？证据确凿，他就被起诉啦。动新闻，新北报道。